好久没吃辣冰糖了啊，嚼点解压的辣冰糖。哇，香芋的好吃。这是小养乐多吧，冰激凌，这种是新款的，一口秒现在有活动，买200个还送4个。哇，个头都挺大的，这个辣真的特别好，一点渣都不掉。嗯，还白色的好吃，乳酸菌味的，这个颜色都是香芋的，各种混合水果味，什么味都有。这东西给它冻一下就好吃。它里边这个果浆甜度刚刚好，果味很浓，还剩小的一口秒好吃。小蝴蝶，这什么看不出来，哇，里面果冻烤糊的样子，嗯哼，那什么味道，好好吃，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，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